Wake me up if this is a dream, cause now I got everything. You're my love, you're my life forever. Hello, 各位，今天穿的是不是很休闲？天气暖和了之后，就想穿一些清清爽爽的搭配。这个是之前的一个卫衣，里面穿了一个 T 恤，这个 T 恤皱皱巴巴的，我没熨，想着穿在里面无所谓了。然后今天头发有点油，把头发扎起来了，感觉扎了头发之后整个人脸都小了，就是好像有的时候扎头发反而显得脸更小，感觉清爽了不少。一双帆布鞋，下面穿了一条黑色裤子，耶，上班，我的大脑门都泛油，拜拜。个京东快递在外面猛喷那个酒精，喷了一下，一个是两个脱咖啡因的茶，一个是脱咖啡因的红茶，一个是脱咖啡因的黑茶。因为我对咖啡因是特别敏感的，然后正好他们家有脱咖啡因的，我想说买回来有的时候上班的时候喝，我觉得还挺好的。如果对咖啡因比较敏感的人可以尝试着喝一种脱咖啡因的。其实我这次主要是为了在他们家买这个自动泡沫洗手机，他们说无印良品家的这个洗手机，这个自动泡沫的是市面上就是比较好的，所以我就狠下心来，正好他们搞活动我就买了，然后正好第一次用嘛，搭配了他们家的洗手液，以后的话应该就会买普通的洗手液来用。我先拆开看一下，大概就是这个样子的一个。之前我也种草过小米的，但是有的人说小米的用一段时间就会不好，所以我最终还是狠了下心买了一个稍微贵一点的。刚刚把这个充满电，然后我现在要开始加这个了。这个要怎么弄？哦，它里面为啥是水啊？哦，我以为这里面是那种，哦，这里面是水啊。啊，这么一罐还没到最大刻度，那这不很快就用完了？这样，听到咔嗒一声，哦，听到了，然后再照着说明书。两秒，哦，两秒，电源机打开，然后，哦，真的可以，哦哦，太多了吧，自己在家做一个健康饮品，我弄了点免煮银耳，在这个小盅里煮了煮，自己我没加糖。因为我想加点椰奶，椰奶里面就有糖，所以就不想在里面加糖了。先椰奶打底，然后再来点银耳。这个要怎么倒啊？这个要怎么倒？不是应该用这个？这是我之前喝那个刺梨剩下的，我觉得这个杯子挺好看的，然后我就把它洗了洗放到家里，这样的话一杯饮品就诞生了，健康又营养，嘿，自制居家饮品健康又好喝，是那么回事哈，看起来还不错哟。现在在家里闲着没事调一下这个布局，我想把这个桌子这样横过来放，然后这边稍微收拾一下，就在家闲着没事的时候总想给自己找点事儿做。那我们开始吧。
整理完之后大概就是这样的布局，就是没有变得特别的好看和合理，就是只不过是变换了个位置，让自己有点新鲜感吧，并没有说这样比原来更好或者怎么样的。是化妆品，那边是香水。 OK， 就这个样子吧。解封之后第一次来商场，但是很多店像这些火锅店什么都没开，现在还不到10点，商场应该还没开门，但我不是去逛商场的，我是过来买点面包，然后买个洗手巾，一会儿要去海边，要去海边玩。这个时候还是不要去人员密集的地方，去个海边就挺好的。阳光不错，头发好油。都没有人。现在疫情期间就只能走前门，还没有开门，还差3分钟。把星星都敲醒，月光晒得更亮。我去拿水，我把包包拿下来。我们打算吃完饭以后再去海边。好咸，我觉得你尝尝，超咸。太热了。你吃过酒吧不？吃过吗？好像没有吧。没有。吃吗？我不是。我就问问你。有纸吗？你看，是吗？我那个口罩飞了，现在就只能戴这个口罩了，好丑啊！啊，这个口罩不好看。蓝天大海。我真的拍不到你，我现在我就到你这儿吗？拜拜，我要走喽。拜，下次见。到那边，好，走吗？啊？哎呀，他们过来不会形成光柱，你懂吗？你懂吗？你不懂就啊，烦死了！啊，赶快回去。还好我们今天出来的早，我们现在要去趟超市，但是我们很怕在超市被封在超市里面。封超市多好，想吃啥吃啥。那咋睡呀？想喝啥喝啥。啊，大好的天气啊！天 ，Hello， 各位，又到了穿各种衬衫的季节，今天穿的是这个紫色的衬衫，是几年前买的，这个地方还让我弄脱线了。然后因为穿这条裤子这边还是有点显胯的，所以我一般喜欢把衬衫这样放在后面，然后这边别一下，就不是特别的好看，就还行吧，上班穿也不用太过精致，是不是？然后大概就是这个样子，外面穿一个小香风的外套，然后就可以去上班了。好，拜拜。
红豆的，好像是稍微热了一下。苹果、香蕉、桑葚，就是并不是因为好喝，只是这些东西差不多，然后弄在一块。看到了吗？有海鸥，海上。最近苹果吃的不利索，我就开始打成汁儿了，要不然我妈天天说我不吃苹果。我是一个不太爱吃苹果的人，我不知道你们，肯定有朋友喜欢吃苹果，但是我真的不太喜欢吃苹果。但是你让我打成汁儿什么的我还能接受。这还有一些草莓，我觉得草莓有点过季了还是怎么着的，还是我吃够了，有点不太喜欢吃了。反正在我眼里就是一切不爱吃的水果都可以打成汁儿，当然你可以加清水，也可以加牛奶啊、果汁啊什么的，我觉得。在家可以悠闲的过一个早上午，但现在其实已经9点多了，然后吃昨天买的面包，可以悠悠闲闲自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。I got vampire tendencies biting your neck.今天中午做一个鸡胸肉，这鸡胸肉冻了好久了，我感觉肉质都不好了，然后给它切成了丁儿，先给它腌制一下下，先倒点料酒去腥，倒点生抽、黑胡椒，我觉得我每次喜欢黑胡椒多一点，所以每次撒黑胡椒面就撒特别多，这是随着我自己的性子调的，各位啊，不是什么教程。加点糖，加一点点的淀粉，让它变得嫩一点肉。切点口蘑，今天的菜又失败了，寡淡无味，没有什么颜色，里面我应该加点黑胡椒汁，黑胡椒面入不进味儿去，哎，又失败了，真是买的花卷儿。好啦，我要开始吃饭了。没错，我最近又在重复看余生请多指教。吃饭吧。멀리 떠